佢啦。咁咧，我哋咧嚟紧咧有另外一首歌嘅。诶，嗰个朋友都嚟咗啦，我谂紧有边个到咗。呢首歌咧亦都系我一首好中意歌，但系而我又冇喺你哋嘅面前唱过嘅一首歌。咁啊，希望咧大家都欢喜呢一首歌。呢首歌咧系一首好悲嘅歌，死我今日唱啲歌都好悲嘅，点解嘅？全部都好悲嘅歌。好啦，瞓唔着觉，所以入嚟听一阵歌。哎呀，咁你一入嚟听一阵歌，你一阵又你就更加瞓唔着啦，真系。从幽幽的眼圈，逐公分那样转，为你点算着疲倦。愿岁月难被我数完，地老天荒能转多少个圈？想从撕开的起飞。逐分钟挂念你，是那一套追回你。从每日，然后每星期，你我一起能看多少套戏？无奈肉眼看不到，用来手摸不到，怎么计算？难料沉迷情多，同偕到老还余下多少步，还能念着你抱紧几秒钟拥抱，谁又会知道凭每下心跳继续数继续数，只愿延续下去，数得到苍老。想从汹涌的发灯，逐公分看下去，直到拥抱再沉睡。明与云埋在你手。这掌纹有多少爱侣，无奈肉眼看不到，用来手摸不到，怎么计算亦难了沉迷情多，同偕到老还余下多少步，还能念着你抱紧几中拥抱，谁又会知道凭每下心跳继续数继续数，只愿延续下去，数得到苍老。知道，随每下心跳继续数，继续数，数着何时流泪才能被看到。
寸轻慕，数着何时望独起之日苍老。嚟自杨千嬅嘅呢一首《数你》，佢啲呢一首歌咧，喺佢当时出嘅时候咧，我都好中意噶啦，已经。咁咧，所以不过一路咧都冇朋友点啦，咁亦都一路都一路都冇同大家分享到呢一首歌啦。咁所以咧因为我觉得呢啲咧系属于一啲好冷门嘅歌啊，咁大家就未必会可能认识。因为通常咧杨千嬅嘅歌咧，我见大家点嚟点去咧就少女的祈祷啦，再见二丁目啦，狼来了啦，狼来了都少啦已经系啦。咁呢一类嘅歌啦，咁就数你呢一首歌咧，其实我就冇听过，亦都冇见过有朋友有点过嘅呢一首。咁呢首其中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啦，咁咁啱适逢咧，伟伟就点唱咗呢一首歌，咁我都好开心有呢一首嘅点唱啦，咁所以咧我就都就喺度就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啦，咁非常之感谢阿伟嘅点唱啦，咁亦都多谢伟伟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， 唔系我嗰时啱啱咧，即系咧，系一粒卵子咁样样咯，我咧就喺阿妈个肚入边听嘅，啊，唔系啊，我83啦，计翻先，计一下先。系啦，仲有可惜我是水瓶座啦，系，真系搞笑。系啦，Hello Suki， 你好啊 ，Suki。啊，呢首系你嘅即系杨千嬅嘅爱歌之一系嘛？我将个猫屎摆呢边好似方便啲，个人成日侧咗一边。咁样咯，第一次听系嘛，好好听嘅呢首歌，是因为唱歌够晒认真投入，值得欣赏嘅。多谢 Patrick 哥，大家我哋圣诞节咧，咁我可能都会搞一啲圣诞 party 嘅东西啦吓。咁咧我相信咧，大家咧可以就见到澳洲嘅 Patrick 哥啦。澳洲 Patrick 哥咧将会喺呢、这个。这个圣诞节的时间呢就回来香港呢就和我们见面的。那到时呢也都可以是啦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大家见下面啦，说 Patrick 哥。我相信 Patrick 哥都好想认识多些不同的朋友，是吗 ,Patrick 哥是啦，大家成日都见到说 Patrick 哥在这个平台上高啦，即系一路都有同我哋倾偈啊，一路都即系都有 keep 住喺度嘅话咧，即系都应该好熟悉噶啦，大家都咁，所以咧都可以即系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啦吓。好耐冇见过系咪啊？系啊，冇错啊。欧乐嚟咗，喂 ，hello， 欧乐 ，Mia 话好听，话多谢 Mia。阿Dao就话绝对同意小米好歌无限分。多谢 ，thank you。有好多靓歌，越听越精神啊！系啊，真系越听越精神噶会。恋之感我未听过喎。睇埋先 ，Adi 识呢首歌喎，数你系嘛？一听就知啦，犀利啊！我发觉 Adi 都识好多歌喎，都系。好啦，呢度睇完啦。可惜我是水瓶座，系啦，跟住就系啦，列女啦，列女呢啲都系即系大家经常性都会即系经常性都会即系会点嘅歌，即系数你我真系未见过有人点啊 ！Hello 0908你好 ，Ivy 你好。